王塔米糕，来到清水，你非吃米糕不可。米糕可是清水的著名小吃之一，尤其是这家70多年的老店王塔米糕，总是人潮满满，当然要吃吃看，否则就太可惜了。米糕30元一碗，这碗米糕就是这里的招牌菜。清水这里的米糕大都是以小铁桶制成的童仔米糕，王塔也是采用这种方式制成。此外，王塔米糕最特别的就是里面还有一颗蚵仔瓜，没有腥味，却浓缩了蚵仔的鲜味。当然，吃米糕一定要加上甜甜辣辣的酱汁。王塔的酱汁可是依独家秘方制成，让米糕风味更加分。吃完米糕，这碗肉羹汤可是来王塔必点的汤品。厚实的肉片裹上太白粉，再加上满满的鲜笋丝，同时可以吃到 Q 软的肉羹与爽脆的竹笋，再搭配上鲜甜的汤头，哇，实在是美味又划算哦！开车来的朋友不用担心停车问题，这里有专用停车场，非常方便。此外，有提供米糕全省宅配服务，即使在外县市也能轻松享用。